找到自己之前，先让自己慢下来。时间洗涤和证明过的智慧，虔诚讨教。因为，我们曾是地球上对美最有发言权的一群人。东方是什么模样？是山水间的浓墨与留白，还是千年匠心雕琢成的东方画境？溯源，重新以好奇之态看见当代眼中的至美东方。关注故土本真理的自然法则。关注东方处世之道的江湖契约。民族服饰，它的整个形制就像一块画布。它留给我们是非常广阔的创作空间。天目这两个字算是可以让我们去意会一下那这个时间空间啊是什么。我烧窑的方式就是跟赌一样，不行就是砸嘛。是向人心里的时代切片。我不会担心失事一切，就怕你这一生碌碌无为，你还跟我讲平凡可贵。我们已在路上，我们还未抵达。在这里看见好奇东方。Thank you.